净空老法师总结，可言老和尚表法的意义。一，可言老和尚为我们做出修行人的最好榜样，他一生老实专念一句佛号，没有涉猎其他法门，一句佛号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总名号，念阿弥陀佛就是念一切诸佛，一切诸佛所讲的一切经教全部在这一句佛号中，念阿弥陀佛，得佛的加持，心地清净，健康长寿，112岁，自己照顾自己，精神、体力同年轻人一样，一生持戒念佛，无量寿经上所讲的，他全部做到了。看到他的表法，学佛的人心就定了，信愿念佛，求生净土，必定得生，圆满无上菩提，真正不可思议。二，老和尚的表法为我们证明，第一，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正确的，不应该怀疑。第二，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亦是正确的，是正法。第三，肯定我们这二三十年弘扬汇集本，依照这个本子来学习，没错到。我们学习《大乘无量寿经科注》第三会圆满，海贤老和尚92年的表法为我们做最后的总结。无量寿经是世尊和莲公大士为我们示转、劝转，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是劝转，海贤老和尚的是作正转，三转法轮都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能够不信吗？三，老和尚为我们末法时期，在斗争坚固的时代，开辟一条往生极乐世界的大道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万愿放下，一个人默默地认真苦修，心里面清净平等自在，帮助一些苦难众生，他真有智慧，真有定功，乜嘢都知道，但是唔讲，吃苦耐劳，忍人所不能忍，从事农耕，自给自足，名闻利养一啲都唔沾，所以冇人干扰，冇嫉妒障碍。海贤老和尚嘅光碟要日日睇，每日睇三遍，一年睇上1000遍，每日念10000声佛号，确实能坚固我哋嘅道心、信心、愿心。决定消罪业，决定往生净土。老和尚最后的法表完了，阿弥陀佛就接引他往生了。他将这个使命交给我们，我们要继续表法，如法修行，要做出念佛人的好样子，给世间人看。